真欢喜，搁看到大家因为有你，咱的成功愈接近，所以本人家己鼓掌一下啊，足感谢恁的参加啊。闭幕词，顶一届初级班的可能我会了解大概我咧讲啥。闭幕词是咧咱这三天来所学习的，甲综合起来，啊来甲大家互相了解一下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爱甲大家讲这个情形。啊，首先啊，我要介绍咱的服装啦，因为安怎来讲，大家高级班毕业，你有权利来参加咱台湾民政府的各种活动。那家讲十二月二十要去靖国神社，家己要来写这个历史，吼、哦，因为咱去拢有伫遐翕相嘛，啊，伫遐啊参拜嘛，啊，咱拢有这个叫做纪录片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呐，大家要创造这个历家己的历史。你就报名来参加，要38,000，哦，底下就是二十去，甲啊，差不多24，因为二十去，啊，头24啊，25就转来，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时间大家悄悄的来，好势，大家到阵来。我已经去三年啊啦，即马即回去都啊第四年啦，拢压这个机啊入去啦，压这个机啊入去，入去天王遐，啊，都咱底下咧话声，讲天王遐个万载，因为上头咱啊袂啊话，大家拢咧话话这个声音，咱啊底下解话，所以讲希望大家若有。要创造家己的历史的人，啊，把握现在开始报名，你拢会使啊报名啊，但是报名了后啊，你才汇钱，吼、哦、啊，到十二月啊啊要截止，咱去拢百几个以上的啦，第一届去百五个，吼、哦，当年拢。这个数字左右，所以去足隆重的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甲大家讲，啊，所以讲服装那是爱去准备。服装是啊，什么服装？是咱出去吼。咱出嚟服装吼，普通时吼，你若要去分传单，那是穿这款服装。有个东西也无一定爱戴帽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既然讲有诶，咱团体的行动，那几啊十个出嚟，拢爱戴帽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甲大家讲吼，是安怎？一定爱这个服装，即马就是拢乌的啦，正乌的吼，大家了解拢正乌的，你莫去买唔到，吼买去咧浅乌的，还是迄个做啊普的吼，还是深蓝的吼，唔对啦，就是正乌的，一定爱正乌的，莫买唔到去，买唔到就爱搁去买一双，就麻烦啦。啊，听讲。家乐福底下一束
掏三千外块，吼、哦，大家去啊，经济书啊，爱，吼、哦、来穿，这就是团体服装。啊，内底啊，我今仔日那照讲，我安尼我无合格啦，是安尼无合格。我这穿这有条纹的衬衫吼，那正式的场合不可以啦。啊，咱起码唔是。真正正式的场合哈，这个衬衫也是白的啦，但是不要有条纹的啦，然后这里限制啦。啊，因为我出去我拢穿安尼吼，有当时啊都咧替换。啊，以前买，那无一定拢买白的衬衫。啊，我有差不多四五十领衬衫啦。啊！你洗就是安怎，咱也无法度家己过去有啦。拢啊穿到头三十几领，才洗衣店才提洗。啊，洗又搁做一届，搁交转来。啊，拢安尼啦。吼、哦，所以讲，这就是爱甲大家讲，吼、哦，爱去传这个，因为科技班足济机会参加团体活动。啊，那团体活动。啊，咱就是一定要展现咱的气质出来。有的无读过高级班的，无了解讲咱这边啊有啥物规定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就无特别讲。啊，咱即马有讲啊，啊，就爱这个规定。啊，这个徽章啊，吼、哦、一般拢挂一粒啦，啊，莫讲挂。足济咧，吼、哦！你但是，这个，我跟你讲哦，帽徽章吼，帽徽章一定爱夹一粒，因为有一摆啊，一个同事嘛，讲话要去日本，啊，叫大家讲话爱去买帽啊，啊，伊迄个做徽章的，伊讲这边甲挂日本的，这边甲挂美国的啦。啊！我迄阵啊，坐伫下骹咧听伊咧讲，我看到都不对。我所以从啊，迄阵啊，我突然我很不高兴吼，起来跟他讲：你若要卖徽章吼，会使哩？我甲你买一百组，我迄百组我甲买起來，我无啊徽一定爱一粒，啊，真啊一定爱一粒。啊你！你若讲有美国的甲日本的，你要爱挂到下骹，吼、哦！这咱的美国的，然后美国的旗啊，会使互你挂，我跟挂下骹。啊，日本的啊，挂下骹，吼、哦！啊你，你我跟你讲吼、哦，那算讲伫军队也好，伫什么啊机构也好，你有得到的一些奖章吼、哦。迄伫外国的惯例吼，你会使挂伫胸遮挂几排拢无要紧。安尼毋知影无？吼、哦、啊，莫讲三日乌白挂啦。吼、哦，这我有一个规定吼，吼、哦，这甲大家讲一下。啊，了解这以后啊，啊，咱就。要过来，大家学习啦。这三天来所了解的，啊，伫这个时阵啊，我是拢用 PowerPoint 的方式啊，啊，甲大家报告，吼、哦，啊，互大家较清楚咧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第二节我开始啊，咱我要阁邀请。咱同心来家己发表家己的心得啦，吼、哦、啊！我有安排伫咧吼啊，确定啊！咱即马上课了后休困十分钟，阁转来时啊啊，咱才来进行咱第二次的闭幕式。好来啊！这就是大概啊，要让大家知道
吼、哦，咱的重要的新闻的公告，啊，这可能唔知有诶，咱的讲师唔知有讲过无？那无讲过，咱的目的是要创啥物？要互爱大家了解，年纪较少年呢，去上网，咱的网站去看。啊，年纪较大的，你叫恁的啊，囝、恁的孙，甲讲这个网站，哦，咱的啊 ，USMG、PCG 啊，甲或者 NING 这个网站，互伊入去看。咱拢会一寡重要的或者诶报道。这就是什么情形？咱迄阵啊，就讲啊，啊，伫这个啊，今年的新春啊，迎新会内底啊，迄阵啊，秘书长就讲啊，六月以后，美军啊，啊，慢慢会入来台湾。啊，实际上，这个情形直直咧进行啦。啊，可能大家思考看卖。高雄的美国学校在扩建，大家不知道知无？知嘛吼？啊，台北的美国学校在扩建，不知道大家知无？拢在扩建啦！啊，可能这是什么意思？恁大家去数，那台湾的学校的。日学的学生啊，愈来愈少。啊，那美国学校，台啊，台中也有，啊，台北也有，高雄也有，拢咧扩建。安尼是啥物意思？对，啊，这就是美军一定爱带因的某囝来，因为我。足惊讲，美军无长期，若讲独时人住伫外口，惊因为习惯无共款啦。因为外国人的习惯讲啊，邀请啊，迄个女士啦，吼、哦、啊讲啊要邀请伊去跳舞一下，啊要邀请伊饮酒一下，诶、欸、啊美军伊认为讲诶、欸、啊这个可能。该有缘分的款啊，啥？啊，但是有个人唔知啊，有个人无了解啦。美国的风俗，伊若邀请你，你就表示讲你该有意思啊，是安尼情形啊。啊，所以有个风俗上无同款啊，所以因才会去扩建，会把伊的囝甲家属。拢带来台湾，免迄怎发生其他伫其他国家发生的迄个排迄、那个做灭菌的情形、排灭的情况发生。啊，这大家爱去想啊。美国要做什么代志，伊拢有计划，拢有计划，一步一步。甲咱讲也是安尼，啊，叫咱来训练，咱唔叫。来训练，啊，无咱哪有遐敖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予大家去思考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过来这个主张，应该大家开学典礼时啊，啊，主席都直接宣布这个主张啊，好、哦，这个主张啊，咱会得足清楚，咱一定安怎？依照国际法加这个叫怎战争法啊，加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这都是要和这个国际正常化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这都遵循啦。啊，过咱来不使用武力，无要使用暴力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咱和因较早离开，啊，因咧办选举啦。咱一定无要选去的，吼、哦！
咱安那无要选去，你去甲当一票，哎、欸，咱现了啊230块。你今日讲啊，甲蔡英文当一票，咱就爱30块给伊。啊，政党票，你甲当政党票当一票，党年编预算啦、啊，啊，无怪大家拢爱选啊。哎、欸，啊，选去有钱他摕，两种钱啦、啊，一种的迄、那个做啥财团啦，来捐款啦、啊，啊，甲有的有心人士来捐款啦、啊，好、哦，即讲进水经费。哦，啊，过来，政府个编只个钱，迄实在足冤枉个。咱个钱吼，莫怪讲，逐项都要扣税，就是安尼。啊，钱拢甲你乌白开，像即款个世界上无迄个要做啥？迄、那个做参选人选了后有钱他摕个。嘿，大家哪要来算？什么人不来算？啊，接着一下，他设一个这个局，给你们很弱中的来参加选举，啊，延长流亡政府的寿命。大家讲啊，我来算啊，大家拢来算啊，啊，民进党啊，大家来算啊，咱叫民进党卖算，伊讲嗯，啊，要让啊国民党规碗汤哦。啊！因若是咩咧，拢啊，即个口号吼、口号吼，啊，拢主要是问题啥？即叫做判决，我们还受到我们啊60几年来，我们还受到这个政治的炼狱啦。这叫做政治的炼狱，咱拢唔知。迄、那个美国，甲美国讲，美国讲。哦，有安尼这个代志啊，世界上也有这款代志啊。啊，伊讲，佚佗讲 ，Republic of the Casino， 那个博缴的，那个国家就是爱安尼嘛。拢，好，啊，这吼，这咱大家足清楚的吼。啊，咱要搁甲大家补充着，咱的宗旨是啥？宗旨足。重要的，咱来遮受训吼，知影这个主张，啊，咱也爱了解咱的宗旨。咱的宗旨吼，一切啦为啊百姓设想，吼、哦，一切吼为百姓设想，这是咱的啊宗旨。所以，咱直直讲。那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啊，贪污，无第二句话，抓去枪毙了。好、哦，所以讲大家来拢是在奉献，啊无较轻的就鞭刑啦，免去加个去遐济，好遐个做啥？遐个人去遐讲，因底下咧读。大学啦，读研究所啦，伫家家内底咧读大学、读研究所啦，啊，出来阁一较大尾，啊，出来阁较啊有这个要做啥，受训出来阁地位阁直直提升，嘿，啊，所以讲这都是咱阿伯一定爱做这个代志，变成上好啊，哦。新加坡是不是治安足好嘞？伊安怎变形啦？啊，一个美国人啊，去个人个车去甲挖，啊，去予警察发现着，啊，抓着，啊，就迄阵啊判变形。哦，啊，美国政府。美国总统佫打电话予新加坡讲：“啊，阮这囡仔看会使原谅一届袂，莫怕啦。”啊，新加坡安怎讲啊？啊，若伫恁美国免怕，我囡仔伫新加坡照拍，
那是去拍一个，安尼唔才会乖。所以新加坡有当时啊，啥物做诶代志，咱爱少模仿诶。咱甲伊哪差无偌济，伊是比咱较细啦，但是伊那是算讲，那讲伫即个发展方面啊，可以值得咱去模仿诶。啊，伊诶国民自宅啊，做了足好，吼、哦，毋是伫遮咱遮诶啥物财团啊。甲迄个政府啦，拢讲好啊！啊，因就讲哦，你即马做官员，啊，你来退休，啊，你着退休，啊，怎来阮？阮着阮替个机构来挂一个董事，啊，互你一个月阁领偌济？啊，拢咧安排伊下摆个退路，足济官员个拢安排家己个退路，所以讲伊咧执行啊，拢偏差啦，拢无照。啊，为人民设想啊，拢无啦。所以，咱感觉讲，咱第二代的人以后要安怎？希望应该大家来斗拍拼，可以过得较好。真济政策，咱实在看到是爱吐血。中国来的学生直接讲，一个月够好领两三万块啦，哈、啊，对啊，中国来这读册，啊，咱够好因钱啊，咱这的怎，迄、那个怎营养午餐有诶都咧交未出来，啊，是啊，足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这伊迄个。你伊咧讲你们是台巴子，根本伊都啊，咱都被奴隶都唔知啊。恁大家知影恁的身份证变过遐有迄个号码无？大家提来看卖咧。恁的现在的恁的怎啊？流氓政府的身份证提来，变过，遐有密码呢？大家知知影无？知嘛吼？迄江苏拢有讲过，啊，这拢是啥？伊这甲你食够够嘛？真正以前，因办高考，录取率啦，分啥物？讲咱要反攻大陆啦，所以即马国。地方拢爱有人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比例啊，吼、哦，要四川要扣几个，啊，什么要扣几个，什么要扣几个，啊，台湾啊要扣几个，啊，安尼难难落啊，伊爱讲中国三十几省，啊，所以讲咱本土台湾人，你都有迄个密码，你去报名，你都有密码，你反正你啊。一千个，才录取两三个尔。啊，因哦，伊咧报名，可能三五个啊，录取到啊，差不多三个啊，四个。啊，你要甲伊讲啥物？这实在，予咱有诶，这拢大家咱拢唔知啊。啊，着税金直直甲你收啦，予恁为着三顿，你着去拼这个做啥？生活啊，都袂插伊，袂插伊，即个讲啥物政治啊？啊，政治因来做就好啊。其他恁干那去趁钱啊来交税。啊，若爱做兵，我先调来做兵。啊，这就是安尼啊。啊，这我看大家初级班若有上到外科，啊，都应该清楚啦，吼。我有予大家看了，即卖阁用这个网站予你吼，大家会用上网去查这个网站，吼、哦、去查，吼、哦、这个吼、哦、查去查吼，伊即卖吼几乎讲
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啊，拢删除、删除、删除了。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网站的资料，大家较少年的，恁大家都爱去认真去了解，哦，上网拢去查。我伫研究所咧上课时啊，我要求我的学生上课拢爱带笔电来。好、哦，我讲课讲到遐，恁就上网去查。哦，安尼，即袂讲啊，教授来，你安尼讲讲到嘴角全破，啊，有影无影？我讲上课的时，恁爱带笔电来啊。哦，当然，这个是研究所上课的时候我的要求了。哦，啊，这个甲大家讲，这个情形，予大家知影。啊，这就是要，予大家搁去了解较济哩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有当时啊，这个资料啊，这个资料啊，已经落伍啊，吼、哦，没有再更新啊，所以讲这次我真济啊，会使予大家去看。当然，搁前一届的初级班啊，啊，迄个时阵啊，我也未转来，我拄啊可能伫国外吼。哦啊，无去上到，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予大家参考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头拄个网站就是要予大家知影在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是上次我有讲过，啊，大家我足清楚，吼、哦，即卖要去讲到这啊，啊，来看看这个日子，六月十六。有看到这个新闻的报道的牙手一个好无？安尼拢无，安尼足好。这伫自由广场吼，这个报道啦，伊这安怎讲？啊，咱甲看吼，这个以媒体的报道，刚回国的啊，金溥聪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。安尼，大家唔知清楚哦。什么叫做大船离港论？啊，咱家己想看卖。较早咱我做囡仔时啊，我足欢喜个讲，哇，大船入港，大船入港，就是啥？美国呢载一挂米粉啦、啊，载一挂牛奶粉啦、啊，来甲咱援助，讲大船入港。哎、欸，啊，今啊，讲要转来。有啊，一些国安，伊讲要转来要来做国安的问题吼，这个啊，金溥聪，哎，甲总统讲大船离港啦，啊，你大家想看嘛？伊伫美国，伫遐做啥？做啊，代表等于大使嘛，啊，伊应该足清楚，伊转来是完要处理国安的问题，啊，什么叫做国安问题？啊，就可能甲讲这个大船离港了啦。欸，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看嘛咧。啊，甲咱三天来所受训的感想安怎？啊？真正大船。要离港啊啦！因准备差不多啊啦，嘿啦，啊，这都、就是，诶、欸，这都、就、嘿、是、啦，啊，这是咱咱讲吼，马迄个心里面吼、哦，拢是正要离港的大船。好、哦，啊，这都、就是予大家较清楚。哦，我咧讲拢有根据的呢，不爱讲。诶，咱三个湖北讲诶，哦啊，这拢是有根据诶吼，这拢有根据吼。啊，我好，啊过来，咱过来看者。吼、哦、吼，这那是，这那要大家爱知吼。后、哦、来，这是啥？六月十四，啊，六月十六，吼、哦，六月十六。伊这啥？中国玩阴的啦，吼、哦，阴咩你知哦？因为就是咧做法的啦，
哦，啊，伊要是先要骗吼，啊，若爱做一寡手卡，啊，怎做一寡迄个，互大家迷迷糊糊，甲咱讲光复节共款。咱以前讲光复节，哦，大家足先吼，足欢喜个讲光复节啊。哎，啊，这就是等于共款。伊这安怎嘞？因咧发文啊。联合国的时候，哈，这个中共因为伊就是理事国嘛，啊，爱有花纹，好也是，搁附带一下，搁一个附件呐，哦，这个附件呐，这个附件是啥？哦，伊这个讲记啊，这个记者啊，在台北报道了，哈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。十一日指称台湾的前途由前中国人决定。哦，啊，伊这附件吼，拢甲附伫联合国的和各世界各国的资料，会发给各国。啊，有诶各国戆煞戆煞，咱台湾人都搞不清楚，讲咱台湾真正的地位是什么，拢唔知影咧。啊，因去收到这個，哦，因讲哦，因安尼对啦，因要收回台湾啊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这個、就是讲南海争议吼、哦，啊，挟带了一个中国啊有钱采取的一个适当的方法，要来收回台湾澎湖的附件，啊，你看，啊，这不是来因的。啊，伊应该是也是联合国内底诶秘书长。啊，大家先看卖这个，啊，这个恁知影无？啊，你若去世界，咱即卖世界有100几国呢。啊！开联合国大会，内底夹这个文件，伊要去收回，啊，都哦，人看到个讲要收回，安尼那个麻醉下吼，直直住啦，即马甲你住者，啊，后回佫甲你住者，佮无爱要表决时讲，哎，那表决，那赞同诶，哎，我来上恁诶做啥？开发每一个赞同国家诶一个。重要铁路依来新建，啊，大家那牙手，这个迄干无关系，啊，大家国家拢有这个重要铁路的新建，啊，大家那爱，安尼就变过啊，讲世界上都造成事实啊，所以讲来因的，啊，这个都来因的，那、啊、这那不是我讲的吼。这叫人诶讲诶，会解释。啊，安尼这个大家唔知有清楚无？安尼你大家想看卖？伫外口诶人敢会知啊？拢唔知啊？都无来啊，唔互你知啊？哦，啊，这予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所以讲，咱大家拢有这个重大的责任。拜托两件代志，大家爱认真去做，咱念的就会看到结果啊。恁即马来参加，恁结果是搁艰苦半年，我看你结果都看到啊。啊，阮哦，嘿。混4-5年啊！我会使讲，我是我第一届的同心啦。咱迄阵啊，咧想法安怎哩代？哎，咱到处去参加什么啊？做活动吼，人拢邀请咱去啊，人拢会甲咱传便当啊。吼，我举例讲啦，迄、那个。李登辉学校，李登辉学校去参加，伊叫你写
写迄个自传啊，写你的看法啦、啊，投资啊，然后再考试，吼、哦，啊，考试了后就叫你去上课，啊，但是啊，无收钱啊，伊拢穿便当，请参加的人食饭呢。哎、欸，过来，国民党的叫做迄、那个叫做革命实践研究院。哎、欸，我哪有去上过呢？规礼拜住伫遐，我食无聊的呢。我第一届来，搁做讲师，啊搁啊来做学生，我照教呢，甲大家同款呢，拢爱交钱呢。所以咱交的钱是予咱农场，啊农场搁甲咱捐设备，阮迄阵啊来。诶，敢有这个设备？内底根本拢也无电风，啊，无冷气，啊，也无迄个饮水器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足艰苦。迄阵啊，拄啊第一届开心的时啊，迄个怎啊气候吼？阮迄阵啊，佮通知大家带啥？爱带睡袋来。真的啊，啊，这是事实的啊！啊，我因为咱出去做老师吼、哦，啊，大家人去邀请去演讲啊，啥，拢啊足利益的。啊，来遮就是无同款啊！咱有这个理想，咱愿意奉献，为咱啊来把这个流氓政府紧赶出来，后悔啊，让咱的子孙较好过尔，拢唯一的这个目标。所以直直拼，拼到今嘛，啊，足感谢啦，足感谢啦，今嘛都爱恁来斗拼，吼、哦，爱大家来斗拼，哦，啊，迄阵啊，看到讲日本人第一回讲要来咱家参观，看到咱诶各方面诶环境啊，无讲足好诶，发动义工。啊！我叫同心，大家来斗拼，这是甲大家报告讲，拢是义务的啦。哦，啊，希望大家若有这个时间，哦，啊，我会欢迎大家拢到来参与，哦，来去酒里放传单，啊，是去酒里。出去啊，介绍人来酒里的演讲会，好、哦、啊，拜礼哈、哦，咱今仔日就礼拜嘛哈，过煞落会拜礼。我伫大龙洲要去演讲，七点到九点。啊，那大龙洲的人，你请无参加过的。朋友拢来参加，请因来听。我要讲，二二八的事件是安怎？世界各国拢无抗议。我即马阁出一个问题要来问：是虾米时阵？是虾米时阵？流亡政府？来到这，把咱的迄个公文啊，一天的公文啊，把咱改变为中华民国国籍，都有两个国家出来反对，英国、美国，啊，佮加拿大佮来执行。啊，是安怎？大家去思考这里面，2228事件，世界拢无出声。这个大家去当一个，啊，实际上是啥？等于咱这三天所读的就对了。安尼是不是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？是不是安尼？咱这三天所读的，啊，所以讲我不爱公布答案啊！吼，若有兴趣的，啊，你就去叫你的亲戚来。台中，迄个咱的
公园遐啦，双十路吼，遐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嘿，迄个双十路一段六号，大家七点开始吼，啊，今日人真济吼，较早一次啊，吼啦，七点头六点五十，吼，啊，欢迎大家来，安尼好啊，好啊，谢谢啦。啊，这吼，这足久以前我就咧讲啊，吼，啊，这是当时呢，这是福州在咧报道啦，吼，这是2016年6月福州新闻。啊，咱遮敢毋咧讲？咱遮拢无咧讲。啊，若是美国甲咱讲，咱遮会清楚；啊，无咱也袂清楚。美国安怎讲呢？伊讲甲。甲中国安怎讲呢？讲恁以美国要来依照他是啊国际法、战争法，他是只要占领全国，要来收回，把流亡政府把他回去，把他结束这个代理权。啊那。没有安排，甲中国讲，因家头有到300多万人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协助，找一个地方给他们归属？伊遐是中国人啊，恁的人啊，你们地方要找一个地方给他归属，你们愿意不愿意？伊讲，那我们也没有什么义务给他们去，伊家里要招来台湾的啊。去出来两个小台台叔啊，啊，走来台湾味啊！哎，讲好啊，无那安尼，我就收回啊。因这300多万人，乌白走，一个走四川，一个走啊山东，一个走啊做啊贵州啊云南啊做迄个蒙古啊加新疆，拢乌白走。啊！你到时那遐去，拢甲恁起革命嘞！同时甲你起革命，我啊，你唔着鱼苍苍啊嘞！伊讲啊，安尼个对哦，安尼来，倒倒吃上好。好，来倒倒吃。啊，就来倒倒吃。啊，你那咧换啊，只甲你迄。叫啊！什么？甲你炸掉去？什么？甲你创嘞？恁都关伫内底，恁都啊，甲台湾同款啊！恁来遮，互恁都啊发，啊无代志啊啦。啊都，伊都遮甲你炸掉去，爱都恁都遮发就好啊！伊讲安尼好，来遮安尼好，咱来两岸共同管理。啊咧啊无爱叫台湾啊来遮投资挂，来遮。啊，设一挂，起一挂厝，发电。啊？啊，这就是，恁哪会要去选给马英九？那是恁选的啊。哦，大家即马拢讲无啊。这吼，这就是安尼啦。开花吼。这连爱片，大家要阁看一摆无？好，来，过来，再拜托，咱来看一摆吼。开通啦，直航啦。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，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，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。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，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，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，
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，这艘利纳轮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因为随后它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。元旦前后啊，这是我们盼望的，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。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。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，全新的利纳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，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。根据业者计算，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，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，再转陆路运输，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。越来越便捷的交通，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。TVBS 新闻李宏、庄志伟，福建采访。安尼，大家，伊即摆是啥呢？这是台北港、台中港啊，开啊，你知影无？对，台中啊，就是讲要予大家啊，赶紧过去啊，赶紧过去啊！你若唔知影吼，就去过。所以爱甲你的亲友啊，真正阿伯啊，咱来提醒你无台湾身份证的啊，爱看要住倒遮，还是要去倒爱平潭，予恁去选。我阁要讲一个插曲啦，我一个同事吼，啊，伊咧办一个画展，啊，因为以前伫学校都我足好咧，加减我有甲斗相共，你都知影学校内底吼。你们就是只是把它转贴到记事本，那记事本有个功能，就是后面加入的人可以看得见。好，那如果说我有写错，我就会写更正，那这样子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其里面的内容跟行政没有什么太大。差不多要紧吼，我今晚要讲这个例子啊，好大家清楚，因为伫学校拢爱升等嘛，啊我讲我三朝元老啦。所谓三朝元老换三个校长，啊，我若是做一级主管，啊，若是本土台湾人上少年的，啊，我30几岁就提到教授，啊，所以以前啊，我若迈退休吼，啊，就一班吼，一班吼，啊，就4个人吼，都是助教。江苏副教授、教授4个，一公一个公友，你规班迄个固定的教授死一个补一个，啊，迄边有当时要升等吼，拢有当时啊，足歹升。伊若是无迄个名额，尤其是台湾大学较老的学校吼，要升足困难。后来因为这些因素，把它打破了，即马就拢来比一下发表。迄个做啊，迄个发表啦，迄个论文啦，啊，世界期刊啦，吼，啊，著名的，啊来算点数，啊，若是爱，和这个像你怎样，和这个要做啊，系教评、院教评、校教评，爱同意啊，我拢3个拢有担任呐，啊，所以我若要讲斗三工，以前较简单。新设立的诶改制的学校吼，迄较简单。就是那系主任要甲你斗三工，啊，你着头都拢会升会过较济。啊，问题我有甲斗三工，啊，伊咧办画展，啊，我讲伫台北市政府迄个郝柏村诶做啥公迄个市长公馆迄个。大个所在咧办画展啊，叫我去，我讲好啊，我头二十几年无碰着啊，啊，甲恁邀请咱来去，我甲讲这个代志，伊讲伊知啊，平潭岛的代志伊知啊，讲伊一个亲戚伫遐做足大了，伊来遮咧讲会使去过因遐，啊，我甲讲，啊遐啊，你有意思要过去啊无？伊讲啊，那个风太大。伊讲那个地方风太大啊，这是我甲大家讲，嘿，应该你讲出来。啊，我甲讲吼，啊，你都爱来
那要流落来，你就赶紧身份证办办的，啊，风太大，不要过去了。啊，当然，你要了解，阮的迄个时阵，拢是啥？啊，国立学校你那无啥物关系吼，啊，搁咱本土台湾人啦，要去遐，实在足少啦。啊，但是我人啊咧问讲，啊，我足好运的。好运啊，好运！因为我话一路吼，那伫这个、迄、那个做伫学术上的迄个吼，我真好运，拢很顺利。吼，啊个迄个论文送审吼，啊我拢一送通过，吼一送通过，吼我很啊，这就是甲大家讲，迄、那个时阵实在我真。困难的代志，好啊！这都好，要主要是咧讲这个问题，好大家知影嘛。啊，当然，因为咱的工作人都啊落去，啊，咱即马伊克，哦，咱即马请伊来甲咱放一个吼。这个我是平潭岛吼，伊个招招去，个骗一挂人呢，底下个发生。代志呢，咱来好大家参考一下来。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，福建省长底来，咱来拜托底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。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，告诉台湾民众，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。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。黑暗福建，黑暗福建，贪官横行。贪官横行，投资福建，投资福建，死路一条，死路一条。抗议中共引资伎俩，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，提出各项投资利多。受害台商表示，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、共同经营、共同开发，最后共同共享，其实是骗人的，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。这个就很摆明的，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，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，然后设下一个陷阱，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，台商一进去以后，他就瓮中捉鳖了，开始宰你们了。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，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。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，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，中共的这些伎俩呢，我们已经看透了。中共就是这样，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，哎，他就依法办；法律输你了，他就用抢劫霸占。司法在中国大陆啊，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，这根本就没用。中国的人民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，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，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，这个白纸黑字，赌足罪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那法务部说，他们说没有，我也没办法。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，他说没有就没有。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、高雄两地游行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。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、赵阳，台湾台中。安尼，咱大家想看卖，去遐，伊就是讲，那是台商国去遐，那要宰你啊！啊，你来，我要补充一下吼。可能是不是有甲大家讲过，还是也未讲过？我是仲裁人，仲裁人你知影无？仲裁人啊，较简单解释就是民间法官啦。吼，啊，这有一个，你那是，伊是大专院校算讲老师吼，啊，你那伫学校。可能是五年过，你就会使去申请这个仲裁人的授信。啊，授信我爱考试，
受信伊迄可能我差不多我爱三礼拜吼，受信的期间，哦，唔是逐礼拜，伊拢是利用礼拜六、礼拜天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受信差不多三次的受信，啊，佮参加他的考试，70分以上，我都有合理可以参加你的仲裁协会。啊，仲裁协会的仲裁人，咱简单讲讲是民间法官。啊，若有啥物迄落，啊，拄好有一个活动，我有去参加伫北京开的仲裁迄个叫做研讨会。啊，有拢因迄个叫做中国的迄个法官啊来咧参加，因我来咧参加啦。啊，参加的时啊。啊，大家都是有当时啊，都会做 Q&A 嘛吼。啊，大家我就举手提出来，甲问讲是安怎？咱台商伫中国投资，啊，若甲因烧过来，拢判输。伊安怎甲我回答呢？伊讲。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，啊！但，好啊，我来讲好安尼哦，安尼我去等下回想，因为我伫国外玩十几年吼，回想到啥？伫上海也有做移民伫外国的朋友啊，啊！在沟通啊，因讲因伫国校啊，拢咧甲因教啥呢？教讲中国这个时阵因较歹过，就是蒋介石甲中国的黄金啊，拢再来台湾啊。实在国校就教这个思想啦、啊。安尼，因的想法是安怎？因的想法是安怎？因的法官的心态安怎？因的法官呐，心态从小到大啊，然后再当法官啊，因的国校都甲教这个思想啊，啊，无怪讲咱这做啥台商去到遐拢被宰，伊讲要抢倒转来啊，讲者较歹听，因的心态就是讲。好恁台湾来啊，好好上好，机会到啊！啊，这都大家去思考，吼、哦，思考这个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咱即马拄啊两点半吼、哦，好啦，我予大家有诶要去休息一下啊，咱2:40再搁开始啊，先搁遮。